提到地方特色，是指科索沃人的婚俗掺杂了不少前南联盟其他民族的习惯。科索沃普里兹伦，一名准新娘在脸上涂上传统彩绘，该传统艺术的继承人为65岁的 Azad City Fajik。 据悉，科索沃新娘会把脸涂成白色，再在上面绘满图案，用意是吓走恶魔，祈求平安。据说该风俗原本是波斯尼亚族穆斯林的，而新娘伴娘的婚礼服装也在各民族间相互借鉴。波斯尼亚族的彩条花边长裙和垂饰，阿族采用的不少，而阿族喜欢的花头巾，其他族裔也有采用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由于连年战火，枪支泛滥，科索沃一些地方的婚礼已习惯用对贴鸣枪代替燃放鞭炮。此外，科索沃人的婚俗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，不少地方的科索沃人结婚保留着阿尔巴尼亚族的传统，如新郎接新娘时要和娘家舅舅比武，如果输了就不能迎娶。另外，新娘入新家门时要跳火盆等等。这些风俗是古老的阿族遗俗，在大城市已不多见，但科索沃的农村和山区还常能看到。